之前李易峰和张艺兴刚好搭乘同一辆飞机到达，要下机的时候李易峰还等着张艺兴，很有哥哥的样子。下机后两人要去坐车，一边走着一边在那里互相拜拜，还拜拜了好几次。然后李易峰先上了一辆车，张艺兴拐了一小圈，结果也上了同一辆车，还真是拜拜了个寂寞。网友说他俩创造了一个词叫无效拜拜。他们的工作虽然经常飞来飞去，但这些出行的事情大多数是助理工作人员在处理，很多时候时间行程都被安排好了。喜欢就订阅呗。